现在门票500多哎。啊，Happy Soul，Happy Soul，我已经进来开直播了。我只是想装而已。反正跟强匪玩都要遇到强的人。啊，那怎么办？那不要跟我玩了、啊，跟我玩太可怕了。是，我是说旁边的人都很强。呀，我知道啊。你不我很烂，我真的很烂，我才17。不过你有一个 rank， 那个 rank 可以让我增加200级。不是，是整个逼格拉高了。给炮啊！我知道，我今天打 Skype 遇到还有粉。啊，我遇过 YouTube 哎、欸，那个猪肉。那个皮肉还好啊，哦，配个肉给他。然后我都叫他那个哎、欸，猪肉罐头。反正他先跟我，然后就说哎、欸，然后我就说什么 poker 什么的，反正我后面我那个随便乱打，猪肉罐头，然后 Google 翻译是猪肉罐头。然后又更夸张，他直接叫他猪肉腌制品。然后他就直接被拆掉了，猪肉腌制，说的很好。那随便加了个下了个游戏，拿了个地图要干嘛？啊什么啊地图？什么游戏？不知道，就随便加了个游戏啊，就手拿着地图在那边走，我不知道走什么。哦，那个很无聊，找礼物游戏。哎，那个长尾，你打开自然，就是你进他们手打开自然阵。然后点那个头颅，点头颅。我现在在那个啊。哦、好啊，点头颅啊！超级英雄大乱斗。我现在在找寻宝啊。不是那一个、哦，疯狂战墙。是啊，这个叫 Skyblock 的。空岛生没有 Skyblock 啊，只有空岛生。啊，铭文的话来 Skype 啊！你有没有空岛生存啊？空岛生存不是很难玩。空岛生存终于来到 Happy Soul 了，和你的朋友一起，但你可能没朋友。我看到这个。啊，那个不是很难玩。没朋友。没有啊，我已经玩到后期。快玩完了啊！不玩了。你是中跟高的过渡型。几乎都已经要毕业了。毕业什么？然后他只要一搞出来，就直接他快搞出来啊！再搞出厨房，废话，当然搞出来啊！他把那边东西卖一卖，直接两套。嗯，你刚刚有邀请我组队哦，没点到。第三次耶！第三次耶！啊，你不叫我，你不叫我，我现在在寻宝游戏啊，现在找了十几个宝物了，好厉害哦！右键捡那个大头就有宝物啊。那其实不是头，不然那是什么礼物盒？什么头？玩过麦块的，你要用更了解的鱼。来，请说。哦，盔甲座，哪有？不是，明明就四四方方一个头。他说、啊、他是盔甲座加上让盔甲座带上那个头啊，那插件的。啊。我开 Happy 手就一个，我们的 BK 又来跟我打招呼，他说没有音乐，就只听到峰哥跟另外一个人。峰哥，你好红啊！还谁啊？峰哥不 Q 啊？峰哥不 Q 啊！直播上有一个叫 BK， 他说我没听到音乐，我没开音乐啊。BK 不是员工伺服器的那一个吗？不是啦，不是啦，员工现在没几个人来看我啊。DK 跟 TK， 他是 BK B。BUCH 哈，不是那个 TACK， 哎、欸，是 BABCD 的。最近还有上吗？啊，哪一个？柚子、啊、这个废物啊，不用看了。哦，柚子偶尔会上啊。柚子偶尔是无敌士。哎呀，那个日系雨薇他说他要玩，他重新买账号了。之前很会刷重战的啊。雨薇进来，其实我们就不太缺人了，可能。啊！问你要说要玩要叫他，我叫他好久，他都没反应了啊。ID 给我 ，ID 给我。我不知道他的 ID， 我不知道新的 ID 是什么啊。对啊，不晓得他新的 ID 是什么、啊。铁板面越吃越饱。还有铁板面，会唱歌的。
那这个好像蛮多硬币可以拿的、啊，到底硬币有没有用啊？刚才你有直播吗？有啊，我开直播啊。BK 现在在骂废物，我不知道骂谁是废物啊。我靠！哦，对啊，他的名字就叫废物。哦。哎、欸，这个拿不起来、啊，被骗了。我完全都忘记了某件事情。什么事情？峰哥很帅，还是阿猫很帅？峰哥有帅吗？我觉得不。你有看过、啊？对不起啊。Game Over in K 六。我有看过啊。第六名。我把他拍的超级好。我后悔跟你私下炫，我也有拍到你。好，要结束游戏了。我都真的觉得一堆后悔拿，就说废物啊，然后还有，哦，这个是废物。对啊，看到就知道了。挖掘游戏哦，我们现在开始挖掘游戏。你要先带我玩什么啦，猫？风姐。不然我随便点了、哦。闭嘴啊，干！我来教你玩虫战哦。来吧。我现在跟你组队，不能进入队伍了。现在组你的队伍，所以我不能自己去乱加游戏啊。来不他不行。好。来教你玩虫战。我进来了、啊。那我先退出。先退出，我用错。好，先退出。是，等一下命令。好，那个直播有 BK 说峰哥，峰哥峰姐，干嘛骂人家？峰姐。哎、欸，最近我播影片都没有臭头的、欸，那个臭头 Y 一跑去哪里了？啊，那个 Y 一跑去哪 ？Y 一不是都来臭头？加油了！哎呦，我怎么拿了音乐盒啊？好可怕、哦！两人船战。两人船战？为什么要拿音乐盒？然后这是选队伍的。如果你有 MVP， 大家可以。有没有加我 party 啊？给他。你有没有加我 party 的？不要玩，你太强了，你太强，打一打一，一打一床战。我没有要开打的意思哎，你进来不要打哦。我进来怎么打？我没带打，我现在先捡资源呐、啊。那我说变态啊！变态他没进来啊！我不会打的，我教他呀。人家不是一打一而已吗？打，你是蓝队哦。先过去找，哦，就在我隔壁。对啊，你那么可怕，马上就来了，我马上摔下去好了。你这样不真的是，哦，看我跌砖块想吐是不是？我们在打虫战，哎、欸，子欣你有子欣有看直播哎、欸？哦，你等一下看我那个跌砖块，你说天哪，这跌那么慢，怎么去玩床战呢？哦，哎、欸，你就要去叠，你就要去。速叠两三下就摔死了，你就看到我摔死在那边。然后说不定他会速叠之后被你们都。有人家说按这个啊。看谁叫我？其实我已经到了。有啊，你马上就把我床拆掉，我知道。啊，杀你！哦，你还要帮我丢钻石哦。到底砍人要不要跳啊？我强匪。CP 很强嘞、欸，不是啦，砍人到底要不要跳啊？有时候会被人家击退啊。不要跳，跳很大的几率会被 combo、哦。建议不要跳啊，跳砍伤害比较高，是这样没错。嗯，很容易被 combo 而已。会被砍出去飞掉哦，所以我都跳砍、啊。不要打，我刚刚都跳砍了、啊。啊。箱子你可以拿就对，如果我丢东西在里面就可以拿。不行不行，哎、欸，刀子给我砍出来。只要你这一队人还没死，我都开不了。哦，啊，你为什么把我钻石丢着？不屑要呀？太少了。不屑要钻石哟。哦。锻造生产资源的效率。东西。床战很少会玩到的东西。叠速叠啊。电梯哦，好，我过来看，来看你表现，你要不要你先离开，先离开，好，头上冒着黑黑的，好像一堆，好像一堆蚊子在你头上咬。我被他过消防兄弟发，不是我兄弟哥哥。好，你想想看，我来捡一下钻石。不行嘞，我忘记怎么调了。
天地叫我只会两颗了，如果我忘记三颗怎么用，刚才是在尝试三颗，结果第二个天梯没有翻。可以开双倍自由。可以开啊，这可以自己一个人玩吗？这个床战呢、啊？一定要最少要一个陪你玩，对不对？他直接胜利，对，直接开不了。了解。没有。家有拿枪，家有陪练。然后，所以说还是要上网去研究那个怎么砍呢、啊？大招遇过管理员吗？我遇过管理员。我刚刚是跳砍，所以杀伤力比较强啊。对，会被大很大几率被砍过。哎、欸，会被打飞啊！但是我没有跳，还是会被打飞啊？是刚刚你有买武器吗？有，我实践而已啊。你已经把我打到剩两颗星。对啊。不过你被 combo 到。你们说的 combo 是把它击飞还是怎样？就是让敌人击飞。打不了，打不了我。完全打不了你啊！然后看到敌人。如果你 CPS 很高，他被你打到飞起来，他就是完全打不了。哦，为什么你要抢我东西？你不让我研究一下，我自己拆床，你不能破坏自己的床。我要阻止你。哎、欸，哦，你从那边直接切过来哦。哎、欸，为什么有炸弹？我去麻烦。什么事都没发生。要不要练 PVP？你是在叫什么啦？叫什么？一开始不是要用那个吗？中介死比较好。都可以。你又邀那个谁组队了？好啦、啊、那这个徒手挖不是比较好吗？一般都要带十字镐出去挖，还是要带剪刀？那你要挖的哪一种方块？那一般你们冲出去都要先用徒手挖。打助攻都买铁镐木斧，一人提一颗，这样其他全卖羊毛。铁镐木斧，铁镐木斧，铁镐它是木镐啊。木镐，然后再买一次，按两次。哦，所以开始都要存到一般的那个什么铁锭，所以你要先存到资源才能用啊。Teamwork。哦、你们都会这样随时这样喷东西的、哦，好难哦！想做 Q 一次丢，这样你在练速叠啊？哥，真厉害！没羊毛了，再买就好了。还要买到橡木木头干嘛？我要来练速叠。那不是这样跳吗？哈哈哈哈哈！叠下去的瞬间叠上去，那个就是指令要按对啊。有人说按那两颗，按两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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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到键盘坏掉啊！对，还有按到箱子去了。所以还有什么会喷出去？武器是不会喷的、哦。我跟你讲什么是 combo， 我用空手打你。好，那打你，打你试试看打不打得到我。你要把东西丢一丢啊！我要问什么东西会喷呢、欸？就这样，空手打你。对，然后你打看我。兄弟，你在去找我哎、欸。打你是一滴一滴的、啊。很难打对不对？我现在被打到墙，会一直退啊。我被你打。然后你这样就完全打不到我，对不对？对啊。你看是不是完全打不到？那个就是 combo， 你完全打不到。一直跳啊，被一直贴击退的感觉。好，去自杀了。实战中很常用到，那为什么你要自杀？没血啦。直接买金苹果啊。不要啦，还不太会玩呢、欸。三个黄金就可以。峰哥真是的，峰哥你这样教我们就可以玩了啊。你可以，你如果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按 shift， 然后就可以设定那个快捷键。这快捷键是一个快捷单位，不用每次都要点开那个。点快速购买哟。就它直接显示在那些红色的玻璃。啊，练速叠。怎样打？你再来，你是说你刚怎样打会把我弹飞？跳打，跳打，还有。就是狂打，然后你要飞起来。跳这样子就是。你每秒点数跳很高。哦，所以有些用连点就对了。然后你可以协防击退，像你完全打不动我。我是。被你打到墙壁去了。
我们连空手打都会打输你，你看，值了。蹲尿防击退是用蹲下、哦。给你看一个坏猫咪逃跑方法。还有按到砍，就按到虚浮的空白键就卡键了。坏猫咪逃跑方法。好来。得，叠就对了。我插个。插叠下去又没插，反正现在就是在那个 PVP 里面看。拜拜。啊，因为网络上有人教怎么斜点，斜点，斜点就很快啊。斜点我会用给你看。等一下，我要教抢匪用。随便。我没有反抗特效，我很难。抢匪过来。在外面。剑，金剑。还有什么会喷掉？什么武器会喷掉？等我一下。好，再升级装备看一下。来，害羞，来上来了。先不要挡住。哎呦，要把我炸飞吧！哇，炸光了。失败了啦。为什么你头上会冒着那个啊？很尴尬的感觉，头上啊。抱着黑黑的烟，太懂了。哎，强匪，等一下，你去载一个 forge， 然后终于用。我那又要搞很久。不会啦，那我只是你中，不用像我那么麻烦，用那些是追求比较好的。我帮你把路叠回去。几点几版的 forge 不用叠啊，不用叠啊，我们来互玩看看啊，来互叠啊。到了，我要练一下往上的点，马上摔下去。对，等一下，哎，哦 ，BK 说峰哥要给我装外挂，抓到了，抓小了，所以摔死的话，武器会不见，那木镐。你按一下 yes。在叫谁玩 ESC 要死了？你应该叫错了，是风姐啊。我觉得铁镐金镐一直升上去哦。哦，好，等下我再升那个啊，升镐子，我再示范一次。今天猪蝶。我还没有买羊毛啊。我先跟你讲最基础的，你要练血的吗？欸，我刚丢的羊毛不见了。之前血的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可乐这样叫我，都是这样。我血的跟紫的都差不多，我血的是比较推荐的。比较简单。你第一点你要先 SD 跟 SD 两个同时按。SD 不是你先不要这样教他，你先教他那个平地可以攻击。哦，我又摔下去了。是啊，小妹，你那个点，你那个已经算神点了。哈哈哈哈哈。你太慢了，你先教他，等下你先教他按 S 跟 D 可以走出一条直路。小妹过来。啊，对对。我要站哪边看你表演呢？过来我这边。啊！我等吧。马上累个跌倒，我知道，所以要小心一点，不能累个。可乐他叫，然后我直接封杀他。封杀。他说可乐如果叫风姐，跟他叫风姐不一样，然后封杀他，哎呀，好可怕、啊。他是废物吧？怎么叫啊？靠呗！你在那边。欸，为什么斧头丢箱子，他还拿在我手上，我不要拿都不行啊！过来，行啊！你先教他，你斜着走吧，斜着往后走，斜着往后走。你先过来我这边，你先过来我这边。好，我再看你啊。你过来我这边。然后我不会飞，我要先叠啊，不然怎么过去？那我叠。加 Jump Walk。
你组的那个队伍都在找你，他说你先这样子，然后看着前方这样走，那你要 S 跟 D 一起 S 这个 S 跟 D 同时按，我、哦、这个有看听着过左前啊，方，然后这样走，对啊，就斜走斜的抢、啊、匪会，抢匪会，走斜的然后啊。我教你竖叠要怎么叠，你 S 跟 D 要一直按着，然后 Shift 一开始会先按着，叠一个方块 ，Shift 放开往后走，然后抓，然后到方块边缘再按 Shift 再放一个，然后再往后走，然后你练到很快的时候就这样，就 S D 压着走就好了。你不用讲，我已经掉下去了，好，我直接吐，我直接切和叠。这个有在网路上看过了，就斜斜的 SD 的方式去叠，啊，所以死掉的话，我的服装备就是会变成木头的。哦，好，因为我现在在研究。才退化一级，才退化一级，退化一级算岛的，算岛那边连死两次，它就直接变木头了。啊，对，就跳一直叠啊，叠一级一级。搞啊！金搞变铁搞啊！金搞变木搞，你搞不会变铁搞啦！你是在哭？我直接变木搞。对啊，我。哦，绑匪来看我。在买装备中，啊，看你看你这样，我买一下羊毛。先把东西放着，我来测试一下钻搞会不会变成铁搞呢？会啦，会降一级的。然后金搞会再变铁搞啦。现在测试。不要不放 S， 这你要蹲，蹲一下，然后不按选，不然它真的变成。所以就是说，人家讲讲的要练习那个按钮的方式，我两三下就跌下去了。啊，继续吃面。好，谢谢。那我们可以挂着慢慢练呢、啊。我之前无聊写了一个蝴蝶脚本。哦，那个基本上没，他那个他不是会抓饼的，好想开打哦！开打你，开打就把我床打了就爆啦、啊！开打那么快，你就把床爆了就过啦、啊。对，那么简单。无聊，还有 NG。好无聊啊！对啊。那你们就先去打 Skyblock 哦。好。嘿嘿嘿，哇 ！TNT 炸我出去了呀！啊，怎么掉下去了？对啊，你炸我炸飞啦、啊！我在打那个啊，我在玩那个羊毛叠法、啊。要不要来击退棒棒？对啊，还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买来玩的。对，我先你把请错型放，后面在竖叠的时候你放一个就。啊。你挡得到再说。挡得到啊！他直接把你挤下去了。我直接放了一个在我路上。竖叠是这样。嗯。哦，叠下来了。你锁一个角度，你锁一个角度，看一下。话说我现在也上线了。有呀，有一把。对了，动画魔。这个角色。掉。哦，那五个金锭是集队棒棒。走。在打狼狗啊！我跳打啊！摔下去了。在爬还是虚空？哎，抢匪！嗨嗨！在打你还是打？没打，我让你宰一个龙。要丢位置给我、啊。快挂！吃完鸡腿棒棒，好玩了。哈哈哈 ，PK 又不强，那我打死你，你的棒棒会掉吗？不见了。对啊。没有掉我这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集队棒棒不会掉我这边啊。他不会像一些其他新手的。现在可以认真打了。PVP。所以只有装备是永久就对了。我要带着复仇的心过来。铁的装备好还是那个啊锁链的装备好、啊？铁的。啊，还有卖锁链的。140个铁锭，29个
黄金。等你打我会掉出来啊、哦？对啊。哦，啊你放箱子嘞？不是会掉了，我直接把它爬掉。哦，啊你放箱子嘞？哎呀，你放箱子，我看能不能拿。行啊，我连个箱子都开不了。我真的觉得猫咪你的 skin 很 low 哎。哎呦。说什么？你也脱不了胸罩。对呀、啊，他连裤子都脱不了。那脱了超恶的，我跟你讲。整个整个橘色的哟。哎、欸，小妹，你打我一下，一下就好，用木剑。破几滴血？三滴呀、啊。三滴呀、啊。不要一直打，不要一直打，现在打，扣几滴。小妹，那你要等满哦。不用不用，直接打。两滴。有防砍真的有用哎、欸。一滴，你要这样就对了啦。两滴。哦，秒砍呢！然后峰哥，你知道叫我装什么啊？这样子欺负一个新手好吗？不会啊，他觉得很快乐啊，我被欺负也很快乐。被抓走。所以你在这边只能开中介箱嘛，对不对？我在搞我好样东西。对方吗？我知道你打的要死，是谁要死？要玩炸弹了。炸弹。家，你先不要回家。好，我不要回家，赶快跑。我去练练练叠羊毛。好，你回家，你回家。我现在在叠羊毛，你为什么叫我忙回去？哦、我要等一下。哦，我东西好了啦，我爽啦，耶、欸！拜托，赶快回家。啊，赶快回家，冲啊！加速，加速，加速！为什么会抽筋？为什么加速会抽筋？一直按着啊！啊，有危险，差点跌下去了，脚都麻了。哎、欸，你把我击退了啦！你跟他整笑哎、欸！我拿钻石要回去，你把他击退，叫我来看，我人家击退了。你恶劣啦！我还很高兴拿着钻石，你竟然躲在那边打我，你俩的行为不好哦、喔。哎、欸，那个炸，我真觉得你干得很不优哎。等一下，炸弹没有炸到那个、喔、TNT 哦、喔。爸，我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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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拿它，你先把后面堵起来，你先把后面堵起来。你要拿什么东西炸它？它躲在那边的时候，哎、欸，也不好打、啊。不会啊。这你直接拿防盖把自己包起来，这你不让他击退下去。哦，你说先把我自己后面挡起来啊？对啊。哦啊，那就看谁砍得凶啦、啊。对，我的意思说他是这样子，所以说叫我在后面要挡墙，对不对？哎呦，很厉害哦。哦，他还出不来，我就先挡，我就这样进去。我打啊哈哈！哎，被弹飞了，不够高，盖不够高，对啊，画不够高，恶劣恶劣。很好玩。哦，所以这一招也可以躲在那边啊，别人如果没把你 K 死的话，你还是一样躲在那边慢慢 K 他。哎，这 PVP 真的有人玩这一招呢。对啊，他就躲起来就好了。难怪人家那个 YouTube 有人在讲说他把键盘玩坏掉了。有一个叫什么，好像叫小柳还叫什么，他有一点耳朵啊，鹅毛哦，我知道有一个耳朵有一个问题的那一个啊，他直播也蛮多人在看的，啊啊啊啊啊，哎、啊、哎、啊欸欸，还弹到隔壁的，好好玩哦。所以那个谁，峰哥，你要叫我装那个1.8.几的这个功能的。那你装，这给你装一些东西就好了。好、啊。嗯。哦，他说他才换三把键盘。我这样是不是在虐菜啊？不会啊。恶劣。哦，我用空手来打、欸。对啊，我拿木剑而已啊。这子欣真的要哭了。哎、欸，我刚刚钻石有掉在你身上哦。哎、欸，不对啊。子欣，如果你打得出来这个，我就直接让你下一场。他说什么？我没有要哭。
就打那个指令，等下要被人家踢线，你看啊啊啊啊！等下钻石还没拿过去啦，你太急了啦！我拿九颗钻石要回去玩而已，你又把我钻石了。哎、欸，我有拿到，我有拿到，我要拿去全部升级。好了，那个 BK BK 说，或者可能叫我用什么 Bitch 什么的软体。不会啊，那个太烂了。太烂了，太烂！有听到啊？他说太烂了，峰哥说他太烂了。你要再买鸡腿棒棒了。鸡腿棒棒太好玩了。哎呦！我才我来走到门口就把我炸飞了。毛病好恶劣，我一直在玩枪飞。毛病好恶劣啊！猫咪猫咪在虐菜，它很过瘾，好的。猫咪很恶劣。哎呀，铁巨人，为什么我家的铁巨人，你叫出来的是来打我的？对呀，我到底在干嘛？对啊，哎、欸。所以说铁巨人你在我家叫出来我就不用玩了啊，对不对？好，那你可以打他，你可以打他，你要打的也要马上打的，哎、欸，那么嫩哦、喔，有改过，好嫩的了，哦，变得好薄、喔，又棒棒又棒棒啊啊啊啊！哎呀，这个恙虫，啊，你不能欺负我儿子，把他钉在墙上。哎，打死了，打死了！哦，好好好。不要，小飞机。你干嘛？干嘛？我又不小心把你 K 的快死掉了。我先跑了，拜拜。我现在基本上也放弃了。我可以认真打了吗？如果有人找我的话，我可能会上线。要认真打了，小飞。你哪有认真？你不需要认真啊，你是不需要认真好不好？你随便飞就飞过来了，我还在练走路而已。哎，被火烧到会怎样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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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烫哦！哎呦啊，救命啊！我要认真打喽！猫咪你恶劣，好可怕好可怕！猫咪要认真打，哎、欸，火会烧很久、哦。哎、欸，你推到我吗？不然我怎么会弹出来？猫咪在暗爽。哈哈哈。BK 说峰姐都不来 TW 打我，哇！我教你一个东西好不好？哎、欸，怎么样？它也可以送一个东西的，叫那个叫什么？哦、我记得，我用稿子跟你打。你会回血？哎、欸欸，没有。哎、欸，你要不要领动物园大礼包啊？有，上次按过啦，按过不是会把我踢出去？都可以减少，这他都不会再虐你。我就直接离开游戏啊，不用，我点那个指南针就好了。啊，那有。哎、欸，弹歪了。我看你有满六方块，我认真打咯。你不用认真打啦，你认真打干什么？你随便打我就死掉了。没有啊，一直有人在那边吹啊，这是什么？哦，那你就抱我床就好啦。你就抱我床就好了，抱我床抱 我就跳楼自杀就好啦。抱床。哎、欸，你旁边怎么有鬼头？我特效穿戏的。对哦。好，可以咬我，可以咬我了。嗯想换个材质包想问换个材质包等我一下等了很久等了半小时了换材质包干得不好30秒后开始游戏好你好能够调一些很垃圾的东西红队或蓝队哦可以跟我队吧来哪一队？我不知道啊，蓝队哦。我要教你东西、啊，然后让猫咪肯定会来拆我床。这我看是1024啊。看、欸，哎、欸，等一下，是。哎、欸，我怎么看到直线是全皮肤？哎、欸，干得漂亮。哎、欸，我怎么看到是？我怎么看到是？打通哥，哎、欸，哥，我可以破坏自己家里的方块哦。60滴血，血那么多、哦。我来收集泥土。我加速啊！我不要用盾给了，不然谁破？你、欸、为什么看我血量那么多、啊？哎呀，60滴耶！哎、欸，我天，我的卡！哦，打比较久，你把游戏调到60滴血。有方法没有方法？去，身体身体。没有我老屁啦！我要教那个抢匪玩啊，好不好？不要乱来。他要来杀你、啊，峰哥，你去杀他们、啊，你去杀他们、啊。
他们两个坏蛋，两、个、欸、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两个从前面跳过来了。峰哥，赶快加强你的能力值去。没差，没关系。他们从前面来了，峰哥你一打二，峰哥一打二。哎、欸，我怀疑子欣看 future， 我怎么看他 future people？ 我打他们了，我没有方块啊。子欣快点，去，子欣哥，对对对，快点，对。哇，他讲重点 ！Stop！太快了啦！为什么会加速、啊？他有调速度哟。妈咪，一下就死哦！我先讲。大家，这是太快了啦！干！你、欸、好滑哦！很滑哎、欸，吼、哦，很滑哎、欸，真的很滑哎、欸！这是太快了啦！一下就死哦，会一下就死哦。哎呀，好滑哦！一下都死。对。哎呦哎呀！招牌血也没有用。好滑哦，对啊。好好玩，一拳超狠哦！一拳超来喽！这超滑的。快点，先走，先走啊！可怜啊！快点，冲分时间一秒钟，快点。前超人噔！哇，峰哥被虐爆哎、欸！哇，毙了这个！哈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人二打一，你们等于是二打一啊！你看我死了。我打的好不好啊？干！我看到直升飞开披风啊，毙了！幸亏小皮我怎样？我解决，我解决。我忘记开黄金 GG 哎、欸，黄金 GG 怎么开啊？我看到子欣，飞雪披风。等一下，小伟，你先载一个 Forge。那 Forge 啊？要 Forge， 你载一下，1:30。大小，我看他直接飞雪披风了，被破坏方框，点亮伤害。你等下，我要截图干，我要截图发给海皮总。直升哥，那我跟这个直升哥，那我要一排戏了。看到他飞雪披风，我等放。那我看不到啊，我没有看到披风哎。你没有装那个，你没有装那个 Forge， 就那个披风才披风那个模组。哦，所以才会有披风就对了。啊！自己一队啊、哦！哎、欸，你是一下死亡，现在这个这样子啊？我不知道。One hit, one kill。等于说这个游戏不用买假了，我现在超容易耶，这个。先买鸡蛋。我打针。从我家挖黑曜石，好无聊。好无聊，你来杀我，我让你杀。一开始就说好无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啊！我惨绿老师啊！对啊，那个日系雨薇他还要玩啊，那个怎么加他？我看一下，我能加他组队吗？发现我了，我反正是粉队，那粉队是你。哦，我是粉队啊，我是粉队啊。那我不知道粉队。啊，那个雨薇要加入队伍，那边五个人哦，我们到时候不就五个人去打？我不猜他就好了。你们可以互杀、啊，你们那么强。你这 one hit one kill， 打这个是看水淹死比较低。哇！他抢匪！要把他杀了，秒杀是怎样？怎样？我想你加资源来靠呗。为什么马上死掉？谁？我要杀你！我要杀你！我要杀你！兄弟，我给你看什么是增速点。不要啊！我还在看买什么东西就被人家杀了。要升级啊！敢不敢升级？你看又被杀了，有没有？资源，不行，走。哎，大家，同队是谁啊？先踢掉他们同。现在不是我们一人一队吗？
对啊，他用嘴巴讲啊，他们用嘴巴讲，我们同一队啊。同队的那些不要太猖狂哦。要不然停掉哦，话题。对啊，把湘北干掉都踢掉。好，我不是打你，我不是打那个城。打坏猫咪也要踢掉。打我也要踢掉。那不用玩了，那不用玩了。我是队长，我有决定。还好我开风波正好。我是哦。哦，不要拉你啊！好，我们不要打，等下我们去玩自己。那等下要不要玩杀手啊？对啊，等你们。啊、我又有敲枝弹嘞。啊，什么时候才可以打你们呢？啊！枪飞枪飞枪！我被杀死了，我被杀死了。那什么时候才可以打你们？哎、欸，等下组一下那个啊，组一下那个日系进来队伍吧。日系是谁啊？是那个余威啊。余威哦。对啊，我刚刚不是打到说话框那边，欸、你再看一次。这个啊 ，X X 什么的啊？哎、欸，等一下，我被打了，什么？你的会腿、嗯？我在打字，一直被踢掉，真是的。可怜哦。他是这个啊 ，X I。也太可怜了吧。X I A O R I X I。为什么我一直死？我怎么死的啊？自己开反击。啊，我不知道怎么死的啊，就是一直死，你看又死了。我没有打你们呢。有个人从我头上跑进来打我啊。风什么的。你看，猫最虐我的是风哥，不是你，你知道？最喜欢虐我的是风哥，不是你，你知道？没有啊，没有那个东西。他在测试东西，有知道的，好、啊，让你测，让你测，没关系。我被虐很开心，我不是那种被虐就生气不玩的那一种，好不好？我什么都 OK， 好不好？好、啊，那你试，好。踢掉，干嘛啦？我真是，哎，走。我一起去虐风哥。不行，不然这样子 ，OK？ 那很不优。风哥怎么长成这么？风哥一直在练练他的那个啊，走位啊。走位。对，他是走位，他从空中跳下去把我劈了。快跑，不让他劈了，我要快跑，我要远离他方，我连羊毛都不拿，我就要跑了。又死了！哎、欸，为什么我连拉羊毛也会死？哦，原来你从后面攻击我啊，我也死了。不强，去把强北的岛挖掉。不要让我再复活了。我要可能把强北岛挖掉。可是有一些方块挖不了。可以挖、欸，对，可以挖、欸。我要把它从零空。把我整个家清空、啊。我不打你，我不打你，我不是屁孩。我要打。子欣，我看你，你知道我看你的力。我现在在巡逻，哎呀、啊。特色哎、欸，那个。发力一下，我在底下走。对啊。开枪，枪起来。嗯。那个雨薇一直等我、啊，你现在不能组他吗？那个谁吗？可以就点他一下啊。对，就先煮它、啊。好、啊，烧饼。那我要开走了。冷静点，冷静点，疯狂的，疯，我是疯狂的歌，疯狂的歌已经在疯狂。风歌什么？疯狂的歌。我觉得我床会被炸掉哎、欸。你在观察者模式使用，你不能在观察者模式使用这道指令。那、啊、请问我打这指令是有多难？
我只想打一下这个指令都不行。垃圾哈比手。哎、欸，玩对了，我在收物资。他欺负你啊！对不起，我错了。哎、欸，谁把我床破坏了？坏坏！你有人把我床破坏掉了？我现在才知道哎、欸。其实我就可以下一场了，因为小北绝对打要被直接打死。不打他，我们是他啦，小北在直播哎、欸。对啊，没关系啊，就虐杀，虐杀之后赶快跳群跳屏。尴尬，我要下雨薇的 ID。我刚刚不是有打，再打一次，再打一次，这边啊 ，X， 哎、欸，又不行了 ，You cannot say 什么什么，不能说话，不让我重复说话。然后你先打这个，你两号，然后再打，要斜线吗？不行，这个也行。哎、要斜线，这个也行，要斜线。正处于组队频道中哦，快一点，只要打这个就好了。PC 打你后面的东西。哦，让主队说话，全频道讲话就不行了。哈哈哈！夏雨薇一直跟我密语，一直密语，我想办法，想办法要回应啊。张飞赢的。张飞赢的，这怎样？你们都自杀、啊？给我看一下峰哥击杀数。哦，要帮你。我去玩杀手好了，杀手比较好玩。杀手不要，我肯定要平民，我跟你讲。哈哈哈，好吧，杀手好。你就好好平民。杀手好玩啊。对，哎、欸，在那个。我要装杀手。对。在。然后你先来 forge。要进入游戏啦，密室杀手啦。为什么看你屏幕是一零二四？五个杀手，五个。我看你屏幕是一零二四，超丑。我看到人就射就对了。为什么我把他杀死了？对不起你。他是杀手，这样做是对的。哦，杀手哦，所以他算是正确的就对了。你走开，你走开，我是真的不要射自己人呐、啊。啊，是你，你刚才叫我说看到就开枪的，你怎么这样子啦？我刚才说我跟你是同伴，不要射我。我又不认识你。哎呀，我不认识你，妈妈她日期又在问你说你是谁。我们讲一下游戏规则。日系有在这边听我们讲话啊。刚才那个郭福，快点。坏猫咪啊，你游戏 ID 是什么？等一下，又。刚才郭福，快点。B A B A D C A T 哦。像是不是？像是不是 ？B A T C A T。跳进那个郭福大礼包。B A B A D C A T 八七。不要啊！垃圾精团，哎呦，一直打错字，讨厌讨厌，怎样？什么垃圾精团来的？哎 ，B A B C A T 八七，还没把峰哥射死，还没啊，我现在还没。小美在哪？我好人，我还没动啊。的目标就是把峰哥射死，峰哥我好人。他那边那个会有血染的那个图书馆，我是好人，他是老公，我好公哎。你那弓是极黄金的，谢谢。你看，你射死了，射手用弓箭射我了。结果不射他。有啊，我有射啊。你可以看重播啊，我刚射出去，他已经把我杀掉了，他比较早射啊。没有啊，我跟你讲，哎，针对峰哥，针对峰哥。他比较早射啊，真是的。你还在玩飞雪披风啊？看。飞跑酷哎、欸，他没有飞雪，他会怎么飞雪？你说 Forge 我知道 ，Forge 有很多版本啊，1.1、1.几，你说叫我下1.，OK， 1.82。来，等着我要干，我要跑了，我是平民。哎、欸，妈妈找不到你啦，你要不要先加一下他啦？他现在很孤单，很寂寞呢、欸。
哎呀，猫跌倒了。啊，猫，那个日系现在说那个 说你怎么不赶快加他啊？啊，重点是我不知道他 ID 啊。哎，我被杀了，杀手捅了我一刀，啊！哇，鸟巢啊！谁是杀手啊？谁是杀手啊？哇，那猫，我的妈！被骂了，可怜呐、啊！对啊，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那个，就在要不要出滴滴？要不要出？杰哥不要。自己都不要。我是杰哥。滴滴。我看到你。滴滴。八七耶！哎呀，你的猫的名字我一直打错了，难怪他找不到你。是 bad k 坏猫啊！对啊，你要不要加啦？人家日系叫你加他，你都不加他，我私密给你好了。我私密给你好了啦，真是的，都是我的错，我要赶快私密给你好了，我给坏猫咪私密一下。哦，好了。好。毒杀手外说的人都死了啊。加他一下，加他一下。峰哥死了。峰哥在刷屏，他忍不住了。峰哥说他忍不住了。我忍不住了。嗯。但我刚才那该死的岩石，我已经射攻出去了，你知道吗？跟我一样啊，我刚才也是啊，射攻出去，你已经射死我了、啊。白痴，我跟夏雨薇是同一个造型啊。我跟不是发小啊，我刚才跟他同一个工会，白痴。说，原来我一直跟他是同一个，我想说为什么他今天一直在那边叫我。Happy 手游啦，你说 Happy 手游啦。哎，对了，原来我跟他一起在 S N。我跟你讲，我刚才在刷键盘。对，被你妈骂了。阿妹不要过来哦。干嘛啦？我不是杀手，你在哭哦。哼，我哎，疯狗，我听听，猫咪，你莫开玩笑。哎、欸，死掉要讲的哦，啊，死掉要讲的哦。对啊。啊，我要把变态踢掉。你刚刚有没有说没有？不好意思说啊。刚刚有没有说啊？疯哥他有不发言给我听。啊。疯哥，你跟我说的吗？还有谁啊？谁是杀手现在？啊、这三个不演了，改。一把弓已掉啦！一把弓已掉了。不演的啦，抢不了好了，你有我弓哎、欸，抢不了被做掉。我有弓哎，你知道市场有三个侦探吗？杰哥不要。你看猫咪，市场是有三个侦探。他在雪人那边呐。我有弓。他跑去哪？他在房子一哦。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没办法，我没有说不能报位。然后躲进来，我躲进来。好，没有，好好的，也有些没办法，这样这样。哎、欸，为什么踩这个会跳啊？等一下，他会找到秘密地点呢、欸。对啊，那为什么会跳？会传送走吗？哎、欸，没有了，没传送了。哎呦，有传送走哎、欸！传送到哪里啊？你先不要动。你要去看什么？他会乱传啊！哇，这个可以吧？你有过来，杀手，你来要来正面冲突吧？杀手出来！我没有攻，你知道这场有三个侦探吗？真的？太假了！攻，真的没。线上玩家胜峰哥跟我来，你来！哎，你看我有攻，你自己看。我看不到你啊！你走来，你来。你来，你过来我就射你，快点来！我在雪屋冰块屋里面，来你出来，我现在绷着弓等你来。啊、快点出现！让我攻。我怎么看到？坏猫咪不敢那个。让我攻。好，你出来啊，进来。我不行。进来。不行，我帮你射我。进来，看不到我啊！我都弹到另外一间了，好不好？那么可怕，我怕死你了！是你比较强还是我比较强啊？你来刀就把我砍死了，弓还要拉一下、欸。我在想，我刚才
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哎呦，都开打了。哎呦，赶快跑，赶快跑！我觉得他好一点，我觉得他好一点。有啊，60秒而已啊。觉得他好一点呢。当我攻，然后射我有攻。你有攻，你用弓射我啊！当我有攻。你用弓射我啊！快跑啊！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时间到赢就好了。哇！啊，捅到了，作弊，开外挂，为什么你可以捅我？你外挂，你外挂哦。每个游戏都这样子玩，有没有？你被打死的都嘛说你外挂，你外挂，谁都嘛是外挂哦。你看我黑吗？那个纸钱看我黑吗？游戏这样玩的啊，等于说你的造型你自己看得到啊。为什么我每天都侦探呢、啊？我要当平民躲着都不行哎、欸，真是的。有没有让我躲起来？对啊，平民就躲个洞就好了哈。我要躲一些那个，然后没什么你看，你的。看这个是猫哟哈。看一下的 skin，哎呦，你看，哎呦，还会疼哎，哦，哇，不见了。为什么两个人马上趴？作弊啦，你弊这样子啦。杀死我啊！看谁给我射的？屁啦，那个不是啦，杀手杀过来啦，你死了，杀手捅你一刀，好不好？你们刚才谁射我的？谁射你的？没有吧？你是被弓箭射死，看一下。被捅一刀吧？哎。对啊，你怎么死都不知道？我看你这边爬藤蔓，你一瞬就……间就哎呀，那个杀手是那个谁，路人啊，ACGEN。对啊，路人啊，路人很强啊。哎呀，峰哥被路人干掉了。他是下雨威，不是下雨威赢的吧？刚刚不是那个谁赢的？刚刚是那个 ACGEH。那个 B2。哦，对。峰哥把手伸出来，我死掉了，靠嘞！啊，峰哥死了哎、欸，他可能一开始被他抓下去，现在出生点有够鸡掰，那他出生点有够鸡掰的，他怎么有人死了？对啊，他是摔下去啊，重生点就马上摔下去。侦探为什么死了？在哭。他说他摔下去就死了啊！哎呀，杀手又捅我一刀了。那个弓箭是骗人的哦！看得出来谁？杀手剩两个了啦！我看得出来谁？子欣跟那个变态啊，是绝对知道的，因为啊，平民只有我一个。我刚才是平民啊！欸，难得我当平民拿到弓被捅死了，好奇心啊，为了要捡那个弓，有没有过去被捅了？药水，神秘药水1斤呢、啊？XIA 以为说看我是不是凶手，哦，不是凶手，我现在是死人，我现在死人。哎、欸，要不要弄眼屎啊？要不要弄眼屎？我忘记我有装 Navy Mode 哎、欸，我可以透视哎、欸。我刚才就是看到子欣的那个，我刚才直接透视到子欣，因为他我有开那个显示血量，所以我看得到你们的血量条，然后那血量条可以带着我走。对啊，跳过来，跳过来，在中间书柜，快点，快点，看谁先死。德发，啊，德发，他用飞刀，对哦，他可以用飞刀。我那个高清模组把所有效果关掉，完全看不到。飞刀很快啊，哎，踢掉变态呀，踢掉变态。干嘛啊？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组成了人形杀手。之前你有开那个，你有装那个模组，你看我屏风。哎、欸，我是平民，我又是平民的，赶快找个洞躲起来。我讲出来。看我屏风。啊，我直播都看得到啊。哎、欸，之前看我屏风，我死的是直接，我死的是直接。你看我屏风。我死的是直接啊！我先说。你不行。好。对啦。你不行啊。马上就把坏猫咪杀死了。我以为你跟住我干什么嘞？你看我屁股吗？直接。啊！你跟住我干什么？你跟我干什么？你说。哦。气气气气气。气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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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但有一个人拿刀要砍你，那个峰哥他该拿刀要砍你。嗯。
这是干我屁事哦，靠呗！我哥刚才拿刀砍你，来你射你射你射，我随便你下。靠！靠呗，不是我啦。你这个傻疯哥。傻疯哥。傻疯哥。咬。你俩呀，哎。哎。好可怕，好可怕！啊，我想去喝珍珠奶茶。好可怕！你那边是中午哦，现在喝得下去，这么厉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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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听我指示，往直走，往直走，对对对，左转，左转，不要上楼梯。走，继续，然后右下方，下面那条河。你在看谁啊？那么厉害？那边有个小房间。我还看下雨喂，对对对，那个中间不是有一条河，那边有个小房间。啊，他走掉了，他走掉。啊，真他被杀死了！啊，好可怕，真他被杀死了。那个625坐标给你了，625这么厉害，还可以开坐标看哦，对哦。X6D2，哈哈哈哈，哎呀，好可怕！可以，你走吧，你不要在那个位置了，看他砸到你了。他走，他去放高死了喂。啊，你干得好啊！他出了。怪好强，要赶快跑啊！哦哟！小心啊！这个！啊！吓死！怎样？我的产品厉害你，我真的厉害你！不要伤心，不要伤心，不要！啊！我是旱鸭子，怎么可以这样犯规？犯规！犯规！犯规！来不及了，啊！死在水里面。我要没人会杀到我啊！我也是杀手啊！我是杀手哎、欸！不要跑，不要跑，赶快自动出来让我杀！快照！小美是杀手哎！来，小美，小美，你的伙伴是谁？不可以合作啦！人家刚刚就讲啦，一定要躲的啊！你看得到名字哦。哎，吓死吓我一跳！我有说怎么看得到名字嘞？有看直播就看到杀手是谁了，好可怕，好可怕！你打地鼠，我玩打地鼠好了。我没有游戏体。不要打我，不要打我。OK， 我没有游戏体，我要让直接有游戏体。我杀手在玩打地鼠了，是怎样？哎，怪这很安全，是超安全的。我在打地鼠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哎、欸，啊，我出不去哦，什么就不爽？打完了，获得两个金锭，怎样？拳击球，好笑啊！这是电动间哦。对，到，我是谁了？我不说了，我是谁了？哎、欸，我死了，因为玩家杀了我了。现在是谁跟谁啊？哎、欸，不对，玩家拿到还那个，现在还有风哥呢。我觉得狼人杀比较好玩。玩家拿了弓箭就杀死我了，真是的。啊、我的尸体真的很恶心哎、欸。看一下猫的尸体是在哪里呀、啊？你是在船的哪里呀、啊？你下下去就看得到了，在那个下雨湾那边，你在船过。哦，还可以船哦。哎、哦、哎、欸欸、噔噔噔噔噔噔，哎哎哎哎，
说还可以传送哦，传送到下一位的身边啊，怎么传？指南针。哦。高手最佳的对，高手。峰哥是高手。也没有吧，指南针是传活的人啦、啊。高手最佳的对决。哎呦。哦，下一位是拿弓箭哦，看到了啊。我看不到你的尸体啊，妈哦！好可怕，看不到猫的尸体、啊。两个人在对挑，喝啥喝啥十。傻峰哥去吧。直播现场很刺激哦，一个拿刀，一个拿弓。哦，赢了。要玩 UHC 哦。可以开房吗？有学习？可以啊，不过我们想反，我想反不公平啊！想反他开直播，没关系啊，反正我就游戏体验、啊。他只要报坐标就可以了，先退出去啊、哦！有些人很喜欢看别人直播来玩的、啊，你要看没、欸？我没有看，我不能找。玩 solo 还 double？ 你有 double 吗？你有三轮呢、欸。这里很恐怖，不然我先关直播啊，好、欸哦，先关直播了。要有二十个玩家才可以玩。你怎么玩呢、啊？好了，那我先关直播了、再玩别的吧，不要有时候偷看，就这样，先关直播。